的整身。我想，其实我这一整套啊，我上衣的部分其实已经是大家已经都快抢完了。那上衣的部分它质感非常好，你们就赶快再去抢部分现货。但是我的牛仔背心的部分是我们家一直持续的热卖款，到现在还是持续的追加，它不只是冬天可以穿，其实都是从去年的夏天一直延伸到冬天，到现在的春装也都没有问题，你可以做搭配。那它那种旧旧的复古破破感啊，很推荐给大家。那屁股也都是盖住的，手袖这边袖窿也都是够大的。那一般我们家的黑裤呢，都是比较属于硬挺版的，然后质量虽然有些都是超弹的，但是它的面料部分不会像这一条的质感非常的好，因为它棉质量含量非常的高，所以它的质量的部分你可以往过来这边看哦。你看它的有点像那种 legging 的那种机能裤型的面料，它质量真的很舒服，弹性超弹，好不好？弹性超弹。那整件呢是从腰头，它这个扣子是只是个装饰而已，但是它是真的有做到口袋，所以这件你如果真的想要当成 legging 穿，或者是上班穿，非常的舒服，因为它腰头做收紧，大腿的部分也都是做到全弹。裤脚啊，裤管的地方，裤脚这边也都是做全弹。那因为有做到口袋，前口袋以及后口袋啊，所以你不会觉得它真的很像，它穿的像内搭裤的感觉。你即使要露到腰头，好、哦，这边要露出来也是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哦。再来，它的尺寸的部分呢，是做到 S 以及 S 到 2L。那特别 2L 喜欢穿黑裤，可是他又不想要穿的不舒服，就是想要穿那种舒适感非常重的话，来这一件 Kiki 非常的推荐。而且它裤脚的地方非常的收，对不对？裤脚的地方非常的收，你也可以塞在你的马丁跟靴子里面，真的超级好看，真的好穿。我的整身呢？背心要加买，以及裤子你一定必买的，推荐给大家。拜拜。